今天摄像头咋这么奇怪？哪奇怪？飞兵动，再动，动手里干，中单德莱文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手里干，哎我靠，手里干，这么打的还好，我是多兰顿。电刑小吊半管，哎，为什么我的 FPS 会降到70多啊？他18刀，我们12刀，小压了我一点啊。等个4级再干吧，等个4级再耗他血，现在耗他血不合适，不一定能耗多少。把药吃了，耗一波。我电脑按2077。这跟 FPS 也不搭嘎呀，我网页关一下试试，也不行，这就是游戏更新之后的问题，你得减负着吧。动手里干，我也没补着，我靠 ！WEQ， 动手里干，下波 WEQ， 我让他死，5秒，3秒，2秒 ，WEQ 闪现过来，不是闪现过来 ，W 过来逃一下。还有那跟我说闪现 A 的，那德莱文带着盾，闪现过去不上当了吗？回家了。先来个短臂，再来个皮鞋，神装了。这波他没盾啊，但是他有闪，先小耗他一波 ，W 一放 Q， 这波没点盐啊，
不太好杀他。哎呦我操！你要干啥呀？打不了一出。在打不着过来 R 柱 Q 闪应该掏一下回来哈哈哈哈，就这么个玩意了还要杀我呀，我是真是没想到的。愣嘴也就愣不让收起来，烦死了，真的。你到底要干啥？再来两把长剑吧。他应该盾好了，这波盾好了，跟我点燃 CD 是一样的，但他没有闪。哎，真的好卡呀！这更新完以后啊，掏，再掏打换的一 Q， 再一，我应该能直接给他来个三花巨顶，来一个啊，吃个药来。直接打到他脸上 W1AQ 接点炎接平 A 一 A 三阳开泰，有大有大也没关系，再吃他一层塔皮。现在我们针对这个劫到底应该出什么，来一个小小的讨论。可以出星石，可以出木印，木印吧。星石没减 CD， 减 CD 太低了。进八百块不要，在这儿要160，什么进呢？进不死了吗？我都没看见进呢，往下走一波，啊，他有个进是吧？来打不了一出，再出一刀，哎呀！
卡莎升级了，正好有个蓝 buff， 蓝枪不用给我蓝了，挺好。老妹儿啊，给四个经验也行啊，喝口汤啊这。给口汤喝呀。我就给个手底干得了，这咱就不上了，要不你们觉得呢？那不上能行吗？这刀妹这么猛，这不能不上啊！不知道有没有红啊，看一眼啊，没有就回家，去上路收波兵吧，先不回家了，这上路这兵不收白不收啊。队友有点厉害，对面的瑞文六级，我们的刀锋十一级，挂机了吧？应该是挂机了。来个木印，顺便我调一下。哎呀，怎么就这么卡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就怎么就更新以后就卡成这个样子？就啊，就为什么？全条中等的画质也太低了，玩儿呢吧？啊！这回差不多。垂直同步关掉能好一点。哎，我垂直同步开了，为什么没锁帧呢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跟那垂直同步没关系。不行啊，还是卡呀。你东西一多就有点卡了，这是他妈的。你说打个团76 FPS， 我玩个屁呀！玩呢吧？更新之前没这样啊！
哎，打，倒也不是说打团就七十多，你知道吧？他主要他自己跳，他是自己跳，他不是说东西多他就变成 FPS 就高就低了，你知道吧？不是，他是自己跳，这就跟硬件的没有关系。我的安装游戏跟那也没有关系，我安装游戏最多就占我点网速，他安装不占那东西的，跟那这没关系。